这时咱要来攻读上帝话，记载是圣经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约伯记现代中文译本658页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，约伯回答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我知你万事拢会，你会实现一切的计划。你讲无你的我，那怎样会当怀疑你的智慧啊？我讲出家己所无明白的事，实在真奇妙，也袂当了解。”你要我注意听你的话，回答你提出的问题。以前我听别人讲，讲到你，现在我亲目睭看见你，所以我对讲的话感觉真见效。坐在土粉甲黑灰的中间反悔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，照伊的教示去行的人。这时咱要请咱的梁维正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伊今仔日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风中为声，风中为声，请咱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因为兄弟平安，咱已经读足久的约伯记啊吼，读甲含落伫足侪的问题内底，煞行袂出来。今仔日主日讲道，也是约伯记的最后一讲。伫遮，咱要做伙来思考约伯记到底有啥物结论无？所以伫结论的中间吼，因为是最后一集，一定爱小可来前情提要回顾一下。回顾一下，小可了解整个故事伫讲啥物。因为四十章内底，咱直直互遐个问题，直直互遐个辩论，讲到最后拢用要散去。所以伫遮，咱要做伙来看约伯记到底安那进展与间隔个故事。约伯记个一开始是一个天庭个对话，天庭个讲话伫内底，是上帝甲魔鬼个对话。讲到主题叫做一个约伯的人，讲到伊的信仰，讲到伊甲上帝的关系，魔鬼就提出伊的质疑，上帝就答应伊来做一个试炼。然后咱看见约伯就开始面对真大的试炼，面对苦难，面对真济真济的失丧，直到啥物拢无去。今仔咱发现有三个朋友对远远的所在来，甲伊做伙坐伫土粉的内底，无讲话，伫遐做伙来忧伤、艰苦、背叛伊。试一了朋友啊，要讲话啊！然后咱就发现，约伯记整个故事开始改变，进入足长。足长足长的对话辩论的内底，然后咱就开始陷落伫中间。有当时咱会感觉，迄三个朋友讲了嘛，才对吼。然后咱就偏过去。约伯佫回答，咱也感觉，约伯讲了嘛，真有道理，咱佫偏过来。后来中间插一个路人甲，叫做以利法，一个少年人，虽然态度介歹，但是讲了嘛。小可有对呢，咱又搁偏过。最后上帝讲话，咱搁偏过来。到底要偏去对啊？每一个人讲，看起来拢对，嘛拢小可无啥满意。一个真大个间隔个辩论内底，咱想卖讲答案，我来思考一下。间隔个约伯记要对咱讲啥物款个议题，啥物款个问题？因为只有对问题有深深的认识甲理解，咱才对答案会当找了正确。
其实经过这么长的四十几章的约伯记，在讲五个重要的问题，它是有顺序的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上帝你是公义的吗？那你是公义的，这样公义的标准是什么？公义在这个世界宇宙中间是怎样来运行？第二个问题是，上帝你是公义的，坏人这么坏，又活了好势好势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为什么义人会受苦？为什么无辜的人会地到受难？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啊？第三，受苦和犯罪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是不是犯罪所以受苦，无犯罪就无受苦？但是世界不是这样啊，现实给我们教示，给我们给我们很多教训，说其实好像不是这样的，哪像不是这样的呢？第四，在受苦的现实世界中间，我们怎样成为最好的安慰者？我们感觉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安慰者，我们是去补刀那个人，就是人已经受伤，我们再补一刀。约伯的朋友就在做这种事情，我们不是去安慰，却真多定罪，做伙定罪的人。所以在别人的苦难里面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真多好的安慰者。第五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受苦的意义在哪里？受苦的意义跟价值到底在哪里？整个故事的结果，上帝并没直接来回答约伯，伊敢若带约伯进入一个新的问题的层次内底。结果约伯是家己找到苦难的答案，佮一摆佮上帝伫遐撒赌。约伯是家己找到问题的答案，伫答案内底佮上帝撒赌。讲到苦难，讲到受苦，约翰卫斯理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评论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唔捌罪恶的人就唔捌痛苦，唔捌罪恶的人就唔捌痛苦，无认识罪恶的人就无认识痛苦。约翰卫斯理伫遮要讲的、要提醒的是两项事，第一项事就是，罪恶进入了世界，所以苦难和死亡这会进入了世界，当时就进入了世界。罪恶和痛苦是一体两面的存在，因为罪恶存在，所以我们跟上帝这个生命的源头来隔断，所以我们地到受苦和死亡。因为罪恶进入了世界，这个世界开始无遐尼好，无遐尼完美，开始嘛进入了毁坏、堕落、迈向死亡的过程。因为世界哪来哪歹，因为世界中间拢是罪恶，所以就有灾难、有痛苦发生。罪进入世界，痛苦和死亡就进入世界。第二，一个人哪认捌罪恶，就哪认捌苦难，哪认捌苦难，就哪真做一个好的安慰者伫别人的受苦内底，哪有勇气甲智慧面对苦难伫家己的受苦内底。搁一摆，人哪只认捌罪恶，就哪认捌苦难。哪一捌苦难，就哪真做好的安慰者，伫别人的受苦内底，哪有快乐个智慧面对苦难，伫家己的受苦内底。但是，就算是安尼了解，咱嘛是还阁会问啊。世界歹代志，毋是一个个人的犯罪甲刑罚的因果关系，敢毋是？受苦最大的难题伫底？受苦最大的难题是咱的的确确看到真侪善良的人伫遐受真大的苦楚，无辜的人受苦，无辜的人的苦难，
就真多咱心头迄个角拍袂开啦，迄个角拍袂开啦。因为安尼的苦，咱就开始对苦难有较深的认识。咱发现世上的苦难至少分做三个，至少分做三个层次。第一个也是上低，就是受罪啦。什么叫做受罪？就是一个人犯罪，所以受到刑罚，所以承担迄个罪恶的苦果，罪与罚，敢毋是？有名的小说安尼讲。所以咱看见对感情无忠实的人，就伫婚姻内底跋倒；无愿意好好读册、笨蛋的人，就对升职来吊车尾。遐个偷体的、遐个杀人的，就受到法律的刑罚，爱去坐监，受到罪恶的苦果。这是约伯的朋友，直直足认真要去追求、要去证明的代志。但是这不是约伯在问的代志，这是上低的层次。第二个层次是受难呐，因为罪恶进入了世界，不是单单人类甲所有有生命的生物，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拢开始失去伊的次数。开始崩解，开始败坏，这个危机开始一点一点的产生。所以咱今仔又看见真大全球性生态破坏、地球败坏的危机，真侪天灾人祸开始发生。这款大型的灾难的受难者，常常甲个人的罪恶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。飞机失事。战争发生，自然灾害直直来，这嘛不是约伯要问的问题。第三个层次是受苦，就是一个无辜的人，哪会这么衰啦？哪会歹代志，拢对伊足有吸引力？伊那像歹代志的磁铁，歹代志直直来。你若有看柯南就知。那像歹代会直直发生伫伊个身躯边、甲伊个身上，所以咱也常常讲迄句话叫做啥？叫做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。这是约伯的问题。约伯在讲：主啊，你伫对；主啊，你的公义伫对；主啊，我的受苦中间，你伫对。你伫哪了啊？这是一个足严肃的问题，敢毋是？这是一个无法度足简单、足表面、足妥协来摕到答案的问题，敢毋是？是啊，咱看世间人拢在受苦啊！你目睭每一工睁开，大家拢在受苦，包括咱家己在内啊。报纸开开，电视拍开，拢是灾难，拢是苦难。拢是无辜的人受苦，敢毋是？无论是承受家己，还是别人的罪恶的结果，还是足简单，因为咱活伫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内底，敢毋是？无唔对，咱嘛知，所有的灾难、受苦、苦难，最后的源头拢是罪恶，因为人类的始祖，咱的祖先。犯罪，咱嘛犯罪，所以罪恶、受伤、破病、痛苦、死亡，就安尼进入了这个世界，然后世界才开始歹去的，敢毋是？所以罪恶无唔对，是整个世界甲所谓生命受苦的源头，所以世界败坏，无辜的人受苦。但是同款生活伫这个堕落败坏世界内面，为什么？有人的痛苦，咱亲像拢是隔壁的代志。天顶石头沉落来，隔壁沉死；天顶砖仔角沉落来，嘛是隔壁沉死；天顶飞机落落来，嘛是隔壁沉死。哪有这款代志啊？为什么有人遐好运？为什么有人遐歹命？这个问题要哪回答？尤其是。这个问题，那只有甲一个人好歹无一定有关系哦。咱头拄仔才讲吼，好人不长命哈，
祸害一千年啊。所以定时的不一定是坏人啊，定时的嘛常常是好人啊，包括二十年前那个卖肉粽的人，不是让飞机定时，让人定时的好人啊，为什么让定时？基督徒呢，圣经不是跟我们说，上帝不是跟我们说，因为我们说他要保守我们的性命，对吗？你有读圣经就知道嘛，吼。再来呢，我们祈祷常常怎么祈祷，说哦，愿那个天使守于围围来保护我们，不是，不是一个天使，是一群的，是一直一直在我们旁边给我们保护，不是？诶，基督徒为什么也没有受害？诶，为什么那些藐视上帝、提笑上帝的人、提笑异人的人、歹角乌噜噜的那些人活得好好势？这是什么情形？苦难真多，一个很歹解决的难题，一个普遍的难题，一个宇宙性的难题，甚至上帝也在这个难题的里面，上帝在苦难的困苦的议题里面。约伯不是为着自己而已，他也为着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异人在那呼求，异人在那问这个问题，对深恩的所在，对灵魂的上深的所在，要问这个问题。主啊，为什么受苦？主啊，在我的受苦里面，你在对，你在打了。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，我们会知道约伯不是感觉自己是完全人，是因为虽然圣经这样描写有点夸张的描述，约伯反正是一个很谨慎很细致努力活得好势，努力活给上帝感觉满意的很谨慎的一个人。他常常为了要保证自己不因为罪恶犯罪，或是说犯罪不记得悔改，他很谨慎的生活，常常反省自己，伊嘛安尼教伊个囡仔，敢毋是？所以囡仔欢喜快乐了，伊就为因献祭，惊因得罪上帝。是啦，甚至约伯嘛，真正相信上帝在末日的时阵有审判、有公义，受委屈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判断，好歹总有判断。但是约伯抗议是伫，为什么伊做好人却大受灾难？这个无对等、无平衡的这个书内底，这个书无小看，因为伫这个内底，咱看见一个足沉重的问题，就是人的无对等的受苦内底，上帝的本质的问题就受提出。上帝，你敢是真正公义、怜悯、慈爱的上帝吗？约伯的问题就唔再是，无阁是个人的问题。约伯的问题就真侪间隔，甲上帝本质有关系的问题，唔是人类的问题而已。所以咱发觉，哦，代志大条了。因为一个问题呐，甲上帝，尤其是上帝的本质、性情有关系，代志就足大条啊。所以咱发觉，咱读约伯记为什么这么沉重？咱读足久啊，读甲心情足郁卒，尤其是夏转秋、秋转冬吼，迄个忧郁症好发的节气，读约伯记实在太郁卒嘞。所以咱啊足沉重的，这个故事到底要讲啥物？所以咱发觉问题足严重的，因为伫异人甲有智慧的人伫家己的受苦内面，因看见的不是个人迄个成败、得到甲失落。在他们自己的受苦里面，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信仰的基础如果没好好探讨，就会受摇动的问题。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在受苦里面要怎么敲锤？所以异人在这问，上帝就在这认真来回答。所以我们发现这样说，读约伯记最困难的不是开始，读约伯记最困难的是结束，是间隔故事的最后的部分。就是我们开始问另外一个问题，
那就问题无解决，新的问题要产生，就是上帝的回应到底提醒咱什么？约伯怎样得到答案？这个答案伊怎样会满足？所以伊讲伊亲目看见上帝。咱若对三十八章上帝开始讲话，为天顶飞、地上飞、水里游的，讲到回律律，到底上帝回应哦，不是回答，要提醒咱什么？其实约伯记下，让人感觉足趣味、足奇妙的，是约伯家己的答案，是甲上帝互动三度内底找到的。上帝无直接予伊答案，上帝引带约伯进入新的思考的方向，予伊间隔的视野、看代志的眼光扩展，看生命的眼光无同款，就约伯家己找到答案。约伯记上奇妙的是上帝引带，但是约伯家己找到答案。所以约伯记有三段足重要、足关键的经文，伫遮要甲大家分享。第一段是伫第一章的二十一节，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就是收束的是上帝，收回是上帝，上帝的名是应该得到娱乐的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是伫十九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头前，十九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头前，伊讲伊知伊所救赎是伊迄位活的，伫煞尾伊要徛伫这个地面上，伊讲伊伫肉身灭亡了后，要亲目看见伊的主，伊要亲目看见伊，无亲像外口人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讲打早前，伊耳孔听见上帝；今仔日，伊亲目看见伊。这三段拢是约伯家己的话哦，毋是上帝的话哦。足趣味伫遮，这三段拢是约伯家己的话。伫间隔故事的上头前，伫间隔故事的中间，伫间隔故事的煞尾。第一段在讲什么？第一段是约伯清楚表达伊的信用个别。一个信用者上基本、上重要人生的态度，就是伊了解、伊接受一切拢是上帝收束，一切拢是领受的，所以生死和福同款感谢。因为收束的是摇花，收回是摇花。生死祸福一样的感谢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在讲什么？第一段是约伯深深陷落的苦难，佮伊的朋友责备、质疑中间，伊信仰的个别。约伯伫遮讲到，伊相信伊的上帝佮伊的拯救。相信伫死亡了后，伊会面见伊的救赎者，迄个搁活的主。第三段呢？第三段是约伯上尾的回应，伫遐内底看见对上帝新的认捌。第二段甲第三段拢有一个足关键的字眼，就是看见。约伯看见伊的上帝，约伯看见的上帝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故事怎在这儿？然后有的人说后面那段到底是原来还是假去的，无论是原来还是假去的，那个约伯又想到手术，然后活到老老老这个过身，无论他是假去的没假去的，那亲像让这头前这个很重的问题算失重，因为没去的就回来就好了，怎么是这样呢？苦难的问题，跟你这么肤浅来解决，不可能嘛？然后呢？这个故事让人想，感觉郁卒的是啥？就是在那个上帝跟约伯三度了，在那个温柔的对话互动，都没写啦。最重要的那一幕，拿去后面演。咱看故事的人就郁卒的说，然后呢？在幕后演。所以我们很郁卒的说，到底
到底上帝讲什么话？到底上帝做什么代志？所以约伯就满意，所以约伯就安静落来，会当接受，会当面对，会当受安慰。所以伫遮有诶圣经学者就提出一个新的论点，因讲约伯真正的问题，就是问题后壁诶迄个问题，其实毋是伫问苦难甲苦难诶答案。嘛，毋是苦难甲苦难的原因。约伯真正的问题是讲，我无辜受苦的内面，主啊，你伫哪了？伫我的无辜的受苦内底，你感觉我的朋友同款，本来是要来安慰我，最后真做我的对敌，亲像我家己咒诅家己，讲上帝对我出事迄天就咒诅我，敢是真正是安尼？所以我受苦，因为你讨厌我，你攻击我，你咒诅我，因为我出世就受咒诅。上帝，你是我的对敌吗？这是很艰苦的问题。还是说，就算是在我的受苦里面，上帝，你在那里，你永远是我的朋友，你永远在我的受苦里面，甚至跟我做会经历那个苦难，在痛疼的里面。那么看这个问题，小看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顶问同款的问题。马太福音27:46，马太福音27:46，耶稣在十字架顶安那讲，伊讲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怎样放杀我离开我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我在人生上深的苦难的里面，无辜的苦难里面，你敢有在这里？你敢有在这里？一日一日，拉玛萨巴格达尼，对异人来讲，对一个一世人坚守信用，甚至因为安尼受苦的人讲，上大的苦难苦痛不是苦难本身啦，是伫苦难内底，咱看无上帝；是伫苦难内底，上帝拢无出声；是伫苦难内底，那亲像上帝已经放下气绝，那个一个程度，上帝那亲像真做咱的对敌，有分伫咱的受苦，诶，迄个攻击内底啊，迄是足艰苦的代志，迄是一个灵魂痛脆。灵魂消亡的那种的痛，上帝啊，你在哪了？你敢真正在我的苦难里面放下我？当我失去我的亲人的时候，上帝，你在哪了？当我在生不如死、白痛的，连魔灰都止不了的痛里面，你在哪了？你敢有在这？所以对约伯来讲，答案不是单单在上帝遐尔尔，迄个答案必须要是上帝家己，迄个答案必须要就是上帝。所以伊才会当告别讲，我知我救赎我的迄位活的，伫末日的时要徛条伫这个地面上。所以伊才会当告别讲，我以前听见你，我即马亲目看见你。因为上帝出现讲话，上帝搁一摆肯定约伯是伊的朋友，伊是约伯的朋友，约伯就得到真实的安慰甲满足。这是一个足奇妙的过程，就亲像十字架对咱的意义。咱常常都足无法度理解，为虾米基督徒看到迄个十字架就流目屎得到安慰？咱无法度理解，敢毋是？但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有因为在痛苦里面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却得到安慰来流目屎，敢无？在那个目屎里面得到医治，得到祷告，敢无？苦难的答案，其实，敢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娘娘啦。苦难的答案只有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娘娘啦，就是上帝甲咱伫地，
就是上帝在咱的苦难内底，就是上帝甲咱做伙受苦。所以你若失去你的子儿，上帝嘛失去伊的子儿；所以你失去你的父母，伊嘛失去伊的亲人；所以你失去你的朋友，伊嘛失去伊的朋友；所以你疼的时阵，伊嘛疼；所以你死的时阵，上帝甲你同死，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上帝伫遐，上帝甲咱伫底，毋是伫咱的苦难内底念念，是甲咱做伙受逼迫，做伙受压伤。做伙受苦受死，这就是苦难的答案。这个世界有苦难，这个世界就是苦的，这个世界一定最后会灭亡，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，这是一个真实。但是透过约伯记，上帝应允每一个受苦的信仰者，每一个困难的处境拢是一个生命转化、深化的机会。透过苦难，上帝甲咱伫地，佮带领咱进入到最上深的所在，灵魂上深的所在。伫遐有顺境，无法度互咱的学习。上帝嘛应允，伫每一个困难内底，拢有主。的同在，咱就算是伫死亡的内底，主伫遐。当咱仰望是毋个？当咱每一摆来到主的桌前，讲，这是伊的身躯为着咱打破，这是伊的血为着咱流出，咱就伫主的死，亲像伊伫咱的死同款。咱就伫伊的受苦，也伊伫咱的受苦同款。亲爱的主，毋是干那伫咱的苦难中间，伊甲咱做伙受苦。你所受每一个伤痕，拢拍点你亲爱的主的心上。你所受的每一个伤痕，拢是拍点你的主亲爱的主心上。可能甲咱讲一个事实，就是咱的的确确徛起伫一个罪恶佮罪恶的世界，咱的的确确拢会面对死亡，因为这就是生命最后一站。所以使徒保罗安尼讲，伫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四节安尼讲：我真是苦啊！谁人会救我脱离这个迈向死亡的身体、那个身躯啊？约翰卫斯理安尼讲，死亡的，这句话足奇怪。伊讲死亡的救咱脱离迄个败坏的身体，因为死亡，予咱最后甲这个咱这个受苦的灵魂，甲这个已经败坏、朽烂、支离破碎的身体，最后脱离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死亡无过是结束。死亡是一个门，开开就进入上帝永活。透过死亡的门，咱进入永活，甲各外主三见面，是像约伯所讲的。伫我这个身躯灭亡了后，我要伫肉体以外看见我的主。上帝要亲手擦去咱因为受苦痛疼所流的目屎，伫遐伊永远无够有目屎。无够有傲娇，所有失去的，咱要搁一摆得回。伊应允各外的身躯、各外的身体是健康的，是荣耀的，是美好，搁有快乐的。伊应允新天、新天、新地是优先，是富足，是丰富的，是多彩的。可能这。这是苦难真正的答案。虽然常常唱一首诗歌，安尼讲：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直至光明的自由徛在，救主我来求你。肉体病痛，你使我勇敢；心神软弱，你使我活命。
托你我做先假先伫你听，求主我来求你。正阳魔鬼实实的关系，主我求你。今日白刀阳光无提，主我求你。孤灯香火见你面欢喜，求主我来求你。多久最后因为上帝，我实在饿了，因为你就是疼，你疼我到叫用家己的性命真多代价来救我脱离罪恶死实的关系。耶稣基督，你愿意来到世间，用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顶，你流的宝血就洗清我一切的罪过，安慰我受伤的灵魂。佮带来迄个格外快乐，互阮伫进入永外时，得回所有死时的亲人，佮欢喜。圣神愿意常常用讲袂出的吐气，来安慰所有忧伤痛悔的灵魂，互阮会当倾调伫你，倾调伫你，就阮的心得到满足，互阮亲像约伯共款。真正因为看见你得回生命的答案，就当宣告讲：我知救赎我的活着，伫末后伊要徛条伫地上，伫我肉体迷茫的时，我要亲目见伊，互阮得到苦难的答案，就得平安欢喜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，上课，最后所祈祷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